云飞大桥。那顶上都是桥吗？见着水了吗？这不就到了吗？这路都看着了，还见着啥水呀？即将掉头，这条道到达目的地。这条道儿，这不都看着这路了吗？这不那可以走啊，这点儿。不就这一轱辘吗？啊，这儿走到山上吗？哎呀，中午饭吃完了，一个小时开车干到笔架山，这个点儿退潮，正好能走啊，走到山顶，这个点儿正适合呀。看来我这选的时间段选的挺合理，从那儿检票。我们要求6点必须下山的。那你现在是几点？现在3点嘛。那咱回来不就跟趟了吗？跟趟。谁能到顶上还能那有多少景观呢？能捞着螃蟹不？啊，这还能抬上去。188。这猫咪挺好看的，这小猫咪挺好看的，像小老虎似的。往回走，这点不一样。嗯呐，这潮汐表吗？今儿个咱们初几啊？今儿个初二，不是今儿个初几？初七呀、啊。今儿周二，谁到初几？今儿个初七的话，满潮是10:11。满潮就是水满了吧，干潮是4:23，就是正好现在这个时间还没到呢，然后再满潮呢就10点多了，完了凌晨4点多。行，这小屋还68块钱，行，68块钱，行不行？啊，这是双人的，能住3人不正好吗？小屋收拾的还行啊，中午没啥异味儿。啊，那还有个厨房。嗯。嗯。床。这是一个小床。哎呀，那锦州今天也太冷了，我这短袖穿的，这大风呼呼的，太冷的了。我就住在这块儿，朋友们。然后我吃烧烤，锦州是不是家家都行，不用挑啊？我就找一个离我最近的得了。嗯，哎呀妈呀，这家是不是烧烤店？这也太近了，真是的，这家就烧烤店吗？什么什么烤鸡爪子是好像是，凤爪烧烤，嗯，就上他家去吧，从这个斑马线红绿灯路口过去呗。这是锦州什么地方咱也不知道啊，这块儿有一个大塔呀，现在时间是晚上6:30，这时间对，时间没毛病。这护栏都是拦着的，然后就上那块儿去吃去，就上他家吃去吧。感觉门脸挺大，感觉啊，不闻人间烟火，但是人间美味。来吧，上。啊？非物质文明是吗？嗯。下午欢迎光临。三位，一会儿整点黄蚬子啊。整两份。来份八爪。炭烧还是白灼？炭烧吧。炭烧。再来份烤的。烤黄蚬子。啊。嗯，好。哎呦我天哪，菜单真厚啊！哈哈哈哈哈。这个规模不小啊。啊，对，规模不小。啊，瞅着也挺漂亮。啊，瞅着这屋行是吧？这小环境。我看这房间。嗯，这是咱纯报名找的。先找住的地方，然后再找吃的。你俩吃点啥呀？
随意啊。你这心里吧，你愿意整啥整啥吧。嗯。你按你自己的量，就是考虑我和你到了。嗯，对。稍等一下啊。嗯。咱这是先看看吗？不，不用，这直接就点吧。补充一下子，别剩太多。别剩太多，那啥意思？太厚了，看不过来了。烤凤尾3块钱一串。那个。酒已上来。嗯嗯，瓶起子在这儿呢。嗯。它这玩意儿有点特点啊、哦。就这猪心管儿烤完了蘸料吃，这个黄蚬子是烤的，然后这个是烤的，先喝着呗。对，来我尝尝这黑丝是什么味儿。黑丝他家就是啤酒，只有雪花，没别的。来，雪花酸奶。对，来干一杯。好嘞。今天累够呛啊。这块人家是蘸辣酱吃。蘸辣酱啊？一个地方一吃吧。嗯呐、啊，蒜蓉辣酱，你少来点吧。来点吧。嗯，你这块有特点。我这不搞了，就我这按你们那这块吧。你这块给你配一份蒜蓉辣酱。哦。嗯，这我也是头回尝试着。嗯，头回这么吃。吃饭还用什么？味儿不错。早知道中午少吃点好了。你咋那么能后悔呢？来。嗯，好吃成双了。哎呀，你就来吧。体验体验。嗯，对。好吃你就吃了。这鸡爪子正肥着呢。嗯。鸡爪子牛啊。这是那个脆皮的。啊，脆皮的。这是牛，这是牛啊，这刚是特色，嗯、特色。凤爪吗？来吧，来，尝一口。在这美好的春天啊，咱父子母子三人，浏览了小布达拉宫，又看了辽沈战役纪念馆，嗯，今儿个又走了笔架山，笔架山，嗯。虽然挺累，嗯，但非常高兴，也非常愉快。喝点吧，喝点儿，对，喝点吧，来。这酒挺好，哎呀，酒挺好的。雪花纯生还行、啊哎。我喝这个淡呐、啊，黑丝，一会儿你尝一口吧。啊，行。这个太淡了。那他俩谁淡呢？那你喝、那个是原麦浓度8度，3.2酒精度，这个也是8度，这2.9这更淡。知道了不是啥吧？是啥？这个是牛肉串吧？底下这个。啊、对。然后这个是羊肉串。羊肉串。然后这个是鞭。对。嗯，这个是脆骨。对。啊，那个是腰子。那排骨串这。啊？排骨串。啊，对，脆骨吗？不是。哎，你就吃吧。我就得让你吃烧烤。行，行了。你儿子跟你孙子都乐吃烧烤，你不吃能行吗？老哏啾了，对。这串儿今天太硬了啊。这都是你点的，儿子。嗯。一会儿我看你呀、啊。你就来吧，锦州，你上回来指定没这回吃的好。没，我说你没吃烧烤，没吃烧烤。那你吃啥？上回那伙食也非常好啊。嗯，那是集体伙食啊。集体伙食。那可能那哪桌、哪桌都是食材呀、啊。哎呀，量太大。哎呀，有我呢，你就来吧。哎呀，那个酒的口感比这个好。嗯。那个比这个口感好，这个口感差点。吃鱼啊妈，这鱼趁热吃啊。我肯定吃一条。你也来一条吧，我试一下。这鱼我……哎呀妈呀，人这鱼，你看这横竖都带签子，你这玩意儿、啊……我不反对、啊。不反对啊？这叫什么鱼、啊？我咋记不住名呢？油扣。油扣。嗯。油扣，我咋没太听说过呢、啊？是海鱼吗？是。等你记事了哈。
就没咋吃的油口哈。挺鲜的。今天不光晒，海风吹得很，眼睛吹痛痛的，都给我吹得有点睁不开眼睛了。回来走那道，我说对，灌肚风了，你爸还不信？指定的。爸说的，那不指定咋？那风老硬了，呜呜的，没啥给我顶的，我都走不动了。回来顶上。哎呀妈，这个好吃吗？大油边。我就要一块。嗯，要一块啊。嗯，我就要一块。你跟我爸，你俩吃一个。我不要，我一听说那叫油边，我就不想。你知道油边是啥吗？我不知道。护心肉。护心肉啊。嗯。护心肉可以。老好了。那行。我以为。扒不下来。嗯。吃手吧。吃牙咬啊，能行啊？行。吃那囊饭呢？啥呀？油边是。纯瘦肉，护心肉，贼香。你俩来一串正好。你看，还有我爸会玩。他这羊肉串是真嫩，嫩，不服不行。嗯，我行，我行了啊。这俩我吃，一共就四块肉。羊肉串烤的好，这个蒜蓉辣酱。我们小孩就搁那抓那个河道里抓那个小白鱼儿，还有那个泥鳅豆腐，叫泥鳅豆腐。那你没有那老葱苔，它也烧不了。不是老葱苔，就春天这大葱叶就行。是吗？搁那个火，那天儿小时候生。我寻思你搁那个老葱苔里烧，那个指定好。不的，不的啊。大葱叶也能吧？行啊。就搁那鱼吧，搁点盐一卤，其实那天儿也没啥。嗯。有的时候连花椒面啥都没有，就搁盐一卤。嗯。完就给塞到大葱叶里。嗯，大葱叶都这么粗，嗯、塞一根小鱼儿不容易吗？嗯，哎呀妈，往那火里一埋，完了葱叶子烧糊巴的，一扒拉不要，给那灰一打，给那灰一打上就行。葱叶吃不吃啊？葱叶子就不吃，不吃，嗯，葱叶就不吃了，嗯，他就烧干了，天天给那小鱼儿吃，那香。是啊，真好吃，也不是那天没啥好吃的呀，也不是那，哎呀，非常好啊。就啥都没有，那不就是。煎的红泥鲜吗？我现在我很想吃那碗。嗯，挺开心。嗯，我不说了吗？妻儿老小皆如意。嗯，没事就陪、陪媳妇儿，陪老头老太太，陪孩子。领媳妇儿有俺，那领爸妈有。其实吧，吃鸡爪你就得吃肉食鸡，那个鸡爪有啥意思？嗯。那鸡爪是吃那味儿。这是吃肉，哎，真好。我这回准备来个烧烤大比拼，延吉烧烤、锦州烧烤、齐齐哈尔烧烤肉，这都是。真的太出名的地方了，我这回我给他溜达个遍，然后来个烧烤大比拼。烧烤出名，烧烤出名。真好，真好，好，真好，你这不信话？那都归你，我不要，你就来吧。你能爱吃甜口的，真好吃，真好吃。原汁原味儿，这鱼挺鲜的。那当然了，小油泡好。嗯。甜的，你吃吧。蛋糕还不能吃这鱼。太好了，太开心。吃饱喝足了哈。嗯。哎呀，上这块来，绝对绝对，咱也没找攻略，就是纯正的，那啥，都是缘分。哎，但是人说了，上锦州好像是谁家烧烤都行，好像是，啊、嗯，那锦州也是就像烧烤特色似的，这、好像是，真的，不需要你特殊找，干杯。不醉不休。吃的太好了，哈们，真的，是老好老好的了。您对下这个菜啥的都对不对？嗯，没事，不需要对。嗯、待遇好了，先生，一个小位置安排好是吧？菜对上了是吧？我不需要，没事。真凉快呀！太凉快了，328，一点也不贵。
吃挺好。哎，看人这牌子写的，这不是锦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。